先答。喂 ，Hello， 大家好，我系华俊。今日咧，我哋就嚟到呢一个旺角大球场啦。今日咧就要完成翻马教愿望清单，帮客嘅系一场港超嘅。陪我睇嘅咧就系有 OOT 嘅 Barry 同埋黑仔 Mario。Oh, this is Mario， yeah。呢一场咧就系一个足总杯嚟嘅，热刺对呢个流浪啦。我觉得几好气氛嘅，同埋咁啱咧，我哋今日咧就系圣诞节第二日，就系 Boxing Day 啦。咁见到咧都有好多球迷都有戴嗰个圣诞帽嘅。今日咧就唔系斋睇球赛咁简单，我哋都会估一个波胆嘅，但我哋唔讲钱嘅，唔赌唔帮衬下点得啊？精神减压啊嘛！一阵间如果边个估中或者最近嗰个啦，好啊好啊，咁就另外嗰两个输咯。阿仔你估下先啦，我估啊，系啊，全场定半场啊？全场，我估3-1杰志赢，3-1杰志赢 ，OK。我本身想估3-1添，大镬，5-0啦，5-0 ，OK， 2-1杰志有信心，2-1啊。哇，咁我好尴尬喎，我不如估我反串啲，我估3-0啦，3-0好嘢，3-0，有蓝色，好啦，蓝色，会差啲啦，小心啲啦，已经差啲啦。開咗波十幾分鐘咧，我見到都知道係咪流力啊，都冇乜點樣去攻到門。傑志攻得多啲，但我作為傑志嘅球迷，我當然話佢流緊力啦，但事實上佢應該用盡力嘅，因為流浪其實唔係想象咁差咯。係啦 ，OK OK， 你有一頭美好居之前就話其實今日係實力如殊，跟住我就 bet 咗個3-0，跟住高基之後你同我講話，其實都咁高咁大喎。當然啦，大家都幾識喺鏡頭前面咁樣嚇。當然啦，呢啲真相梗係當你做曬所有決定啦之後先講出嚟。其實因為咧今年咧。即係呢幾年有幾隊解散，所以好多勁嘅球員咧都去曬流浪，哦、所以流浪冇之前同而家咁完全。哦 ，OK OK， 即係其實你係大部分都噏得出名，係不嬲喺港超打滾好耐嘅球員。OK， 即係林嘉偉、盧君怡咁啊，林嘉偉對曼聯入過兩球。係 OK OK， 一球兩球，卡瑞克卡 ，sorry， 係入過一球係吸過卡瑞克又入波嘅。所以佢呢啲出名嘅球員都去咗流浪。我 feel 到我而家中曬伏啦！我而家冇乜 conclusion， 我就係要賴嘢咯。同埋我想講咧，好多人話香港波好悶啊，或者唔好睇啊。但係我想講咧，如果你入咗球場咧，就唔同講法，因為首先有氣氛啦，好有氣氛啊，係啊，我覺得好有氣氛啊。係啊，差好遠嘅，有人喺度打鼓啊，喺度屌啊，屌！冇錯，呢個係你自己屌冇意思。一齊屌個球證，冇錯。而家十幾分鐘未屌住嘅，下半場先開始。OK OK。咁上下開始有啲火啦，嗯，有啲火可以屌啦，係啊，上完子彈就開始屌啦。同埋我先同 Barry 傾，其中一個最大分別就係你入球場睇佢現場咧，你會同自己踢波比較，但你睇電視咧，你會同哈薩特同 C 朗比較，所以成件事係唔同嘅。你就要知佢哋其實有幾勁。係啊係啊，希望流浪唔好入波嚇。最後0-0，三個一齊賴嘢。但我覺得一個水 break， 水 break 係咩意思啊？水 break 嘅原意咧係天氣太熱。即係喺啲熱帶地方俾人飲水，但係今日天氣咧，而家太子係14度，非常之熱。我覺得呢個水壁對流浪好緊要，因為流浪咧係喺港超圈子咧，俾人話係老人院嚟嘅。咁所以啲老人家咧，俾佢放翻幾分鐘水嘅，都要補水嘅。係啦，容光煥發就使唔使去廁所添啊？佢哋去。我要去啊！而家你見到啲老人家全部容光煥發出翻嚟，哇！你一塊面。塊面反光啊！丹恩奴域40歲咯，跟住丹尼都40歲啦，差唔多。哦，唔理佢哋幾多歲，今日唔好入波，下一場先入咯。唔係，我覺得而家流浪入咗一球咧，傑志有能力追翻三球嘅，咁我叫啊！流浪入咗一球咧，咁你就死硬嘅啦，最屘。哇！18-18，做咩事啊？發生咩事啊？問候牛定啊？問候球證啊嘛，應該博星地選。同埋中間呢一下咧，就加維蘭同埋呢一個嘅阿基蘭馬有少少嘅拗撬，最後咧就有啲少少叫不君子嘅行為啦，有一個嘅口水就吐咗出嚟，落咗去阿加維蘭個頭嗰度。咁加維仲叫喎，華盛叫喎，入唔到波啊，應該我哋死硬啊！投資錯誤大喎，諗住逼你點樣害人中害己？我哋仲要係咁話基蘭馬有基蘭馬，係咯，好多波嘅，係咯，冇問題。冇基蘭馬，冇基蘭就收咗波啊！6-0啊，可唔可以再買個？我覺得你嗰條應該叫會多啲啊，3-0應該遲。咁啊，呢一個嘅球證亦都見到啦，同旁證商量咗之後咧，咁啊就直接將呢一個嘅基拿馬紅牌就趕咗出場啦。你有冇見到眼神死亡啊？已經係啊，好樂觀啊，冇咁。其實可能3-輸喎。你唔好坐定粒龍，係咯，一間0-0，即係流浪12碼贏埋，基拿馬出嚟慶祝，好睇個真情啊！我哋講，好睇個真情。好啦，而家時間咧嚟到上半場嘅39分鐘，咁距離咧完場時間就有6分鐘到嘅。流浪喺踢少一個情況之下咧，依然咧都可以守得幾好嘅。咁但係唔知下半場點啦，因為流浪就係老人家啊嘛。冇錯冇錯，阿仔講嘅係啦係啦。做翻個總結啦，呢場波就係除咗紅牌之外，乜 Q 都冇發生過嘅。哎呀，我張黃牌啦。
張王牌啦。係，我覺得準備好 MMA 睇，$80張飛有得睇足球加 MMA。球證會唔會行唔出呢個門口啊？佢應該好有經驗嘅。香港啲波位睇開就知點樣走。呢啲 no surprise 嘅。同埋咧，流浪無啦啦打少個咧，冇人知咩原因，應該啲人會好燥，然後亂咁踢人，跟住就會好多牌。喂，俾埋啊！好有火藥味啊！叫好叫好。哇，冇啊！直射。呢個位差啲喎，直射。唔入。嚟啊！流浪唯一嘅機會嚟啊！流浪冇機會。陳家偉呢個罰球專家嚟噶。香港罰球王。係啊，罰球王，可能直射。有冇？喂，人跌咗喂12碼。哦，傑志區嚟啊，唔好意思。我哋要一球呀。而家呢個情況似係球證知道個紅牌比衰咗然後特登咧幫流浪吹翻啲波補翻我。入罰球啦，一鑊唔入，第二鑊入啦。冇啦，走啦，出去落啊，奇。好先啊，係咁先啦，咁啊，試過玩啦，斬啊，死曬啦！お前はもう死んでいる。喂，三行正啊喂！一嘢手落旁正度頭先，哇！哇又黃啊！好抵啊！場波好抵啊！喂，哇係，其實我覺得如果輸咗第一球就好快輸第二球，係個時機 drop 燈啊！上半場保時四分鐘，即驚流浪唔死，冇四分鐘。點咁啊？係喎，丟！你球迷嚟噶你球迷嚟噶你可唔可以爭氣啲啊你？唔使罰先，唔使爭氣先，得唔得？我俾你 OK 啊，大家一齊衰，同你講。結束，呢場足總杯總決賽嘅賽事，標準流浪與傑志暫時以0-0打成平手。我依家覺得三個都輸機會好大。我覺得係，如果三個都輸嘅話，就會 cut 咗賭嗰段。嗱唔係嘅，嗱應該要。失曬，真係啲啊！直接冇咗，試下最佳留言，直接冇咗。傑志，喂，華俊，我哋搞緊係抽，我哋搞抽獎，幫助我抽獎嘉賓，好嘛？哦，好啊！Lucas Silva。好啦，最後大獎兩件嘢，今季嘅主場。哇 ！Welly， 抽多件，唔該，幫我抽。抽個女仔好唔好啊？全部都男仔嘅，抽女手先。呢個啦 ，Jason。Jason。我哋以為女仔添，我以為女仔喎。我哋最後一個獎品咧，鼓勵今季睇曬所有傑志嘅比賽，暫時嘅。屌你老味都有三個人嘅。幫我抽一個得啦，準備好未 ？OK， 準備好啦，哎，抽吉，我同你得噶 ，OK 啦。表兄，喂，康利喎，康利喎，喂。你知肥嘢？哈薩，多謝大家。既然華俊喺度，我哋一齊唱首聖誕歌好唔好啊 ？OK， 1、2、3。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打兩個鼓先，即係如果係反擊嘅話咧，佢就會打。OK， 我得好，OK 啦。誒，而家做佢哋就唔係啊，我哋有呢個時候，我哋要回下氣先。OK， 等你啊，發緊波啊！我係傑志嘅球迷。簡單啲啊，唔該。喂，我傑志。We are kitchen. We are kitchen. We are kitchen.
Thank you, thank you. 多謝曬陳哥。Go. Thank you, thank you. Yeah. Hi. 可以。紅嚟㗎呢個。紅嚟啊！紅咗啊！十啦而家，都仲流浪啦，咁啊成日靠呢个巴身啊，就呢边就俾咗个红牌喎，你好似有翻机会咯喎，邓翻云啊，系啊 ，OK 啊，而家，喂，又回到最初嘅起点喎，冇错啊，会啊，依家大家都，上天系公平嘅，大家有机会，流浪收到一份圣诞礼物，你哋有翻面上面有翻笑容咯喎，开始，系啊，眼神有翻啲希望，冇错，咁啊，夏利奥就话啦。第一隻手指就話佢只係得一個黃牌嘅啫，咁啊，但係即係啊呢一邊嘅球證啊余建峰就以為佢有兩個黃牌，咁就話講翻聲 sorry 咁啊，原來呢個黃牌嚟嘅啫。冇啊！俾錯牌啊！冇，唔係黃牌嚟㗎。咩？俾錯牌，因為我個同事本場冇牌嘅，佢以為有。俾錯牌？係啊，即係。哦，你第一日。你要睇香港足球咧，你就睇咗最 typical 嘅香港足球啦，俾牌俾錯嘅，係啊，經常會出現嘅咩色盲啊，之前試過有啲甲組咧帶錯衫嘅，然後成場波取消咗嘅，防證去錯場又取消咗嘅，跟住明明嗰個場 book 咗，但係咧康文署話唔開，阿姐唔俾佢踢，又冇咗嘅。OK， 所以 Welcome to Hong Kong， Merry Christmas， 我得罪好多本地香港足球，呢個事實嚟嘅，冇人開槍嘅 ，OK， 冇人開，係啊，球場已經多咗一個波都冇人嚟啦，已經，真係幾緊香港嘅事。英雄啊！跟住呢邊半場有超過15分鐘冇嘢發生㗎。你80個波都冇所謂嘅。擺多個波係，再坐耐睇啦就。呢度，擺喺呢度。哇！傑志而家乜都唔理啦，豬肉佬係咁斬啊！哇！哇！距離延長時間仲有20分鐘嘅標準流浪同埋傑志咧，都係和攻守不分上下，都係繼續0-0。0-0。香港嘅球證咧，如果真係冇得撈咧，都可以過嚟澳門喎，做派牌咯，做派牌啊，彼得嗰啲牌，咁派得係嘛？做荷官啊嗰啲啊，做荷官咯。OK， 叮叮叮，怪牌，高級黑我哋呢啲。啱先嗰個出咗場，係咪姚浩明？阿力士，傑志啊，哦，咁一個非洲出世但係入咗籍香港嘅球，你話咯，荷官咁樣，即係荷官咯，係咯。四個位邊度係邊度啊？隊友嘅意思係咪即係有套戲我係做 Kelly Fan 嘅？但我又話我有同過梁朝偉拍過戲咁嘅意思啊？可能你個情況會再好啲。屌你老！劉德靈啊，應該係之前咧青訓 U 隊嗰啲咧同過一隊咯。哦。咁華斯福而家曼聯當家射手啦。哦。佢就係傑志當家中場。但佢都唔差，佢 OK 嘅。好撚地獄啊！屌你老！真係補翻話佢其實唔差 OK 咯。唔好剪走我呢句啊！我死硬啊！喺84分鐘啊，換走羅子俊，換入呢一個嘅查理斯葛，亦都收到呢個功效啦。查理斯葛掂咗幾次個波嘅啫，呢個遠射啊，見到啊個波一掂到地下，割草式望到個遠處即刻彈住入網。哇！即係對於傑志嚟講一個救命嘅入波啊！查理斯哥，對唔住啊！查理斯哥 ，I'm sorry， you're the best， I'm sorry。錄撚咗成80幾分鐘嘅多士，你見我係咁喺度錄，我哋錄係錄唔到，啱啱喺度整緊嘢，突然之間入咗。就係我哋講完查理斯哥2秒鐘入波，入波，幾 good 啦！咁咪應該唔使大家錢啦，我估。係啦，不過應該有 MMA 嘅，講真。有 MMA。有和牌，阻住開個牌，錄唔撚到。先生仲要牌啊？要，打 MMA 咁樣，全部罰球都係和牌。
在咧就嚟到呢、這個熱刺球迷呢邊啦。咁最後咧，今晚呢場比賽咧，一比零贏咗嘅。嗱，最後咧，我哋三個嘅波膽咧都唔中嘅，唔緊要嘅。我覺得咧，今日咧喺呢度發生嘅所有嘢咧。都已經是勁過曬我哋啱先做嘅過程，所以可以唔使你噶啦，係啦，唔使你噶啦，粉筆字抹咗佢啦，冇錯啦。我第一次嚟睇呢一個港超啦，氣氛好好啦，因為大家啲球迷都好 support 佢哋自己嘅球隊啦咁樣。幫卡 game 完成咗呢個任務啦，希望咧遲啲卡 game 咧可以自己過嚟香港咧親自睇香港足球嘅。OK， 咁樣。翻學熱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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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學熱身。記得開波之前講咧，旺角大球場，香港最大嘅精神病院嚟，而家嚟緊。我哋邊度見？好。喂，東方決賽見啦，喂。東方決賽見啦。OK。拜拜。